这个尸体不是在法医的停尸间，你哪会偷摕来？君奈，你安尼是犯法的，偷摕尸体还佮破坏尸体，这罪真重。你想要安尼做？我也不是，袂当也是。莫让死者家属一千万封口费，爱伊拒绝验尸，就是为着要让陈文尧无法度辩解，让陈忠信更大的打击。你哪验尸啊？唔就是破坏妈的计划？因为这件代志是怪奇怪啊，我不清楚原因。你安尼做，敢是为着要替陈文尧脱罪？你甲因爸阿囝啊，无什么交情，你想要变安尼做？我哭个，赶紧把尸体扔回去。你安尼做摕到的证据，在法律上真有可能嘛是无效的。我自然有我的方式，予法医采信我的证书。今我必须爱证明我的罪证。君南，你一直无甲我讲，想到你要甲陈忠是斗相共，我嘛完全唔知影你的用意是啥。啊，不过我袂当目睭紧紧看你犯这么侪的罪名，到底是着嘛？我真正就替你烦恼，我拜托你，你莫做戆代志好不好？讲来讲去，就是为着阿姨在忍耐啊。是安怎？伊讲啥，咱就爱做啥，咱变作是工具。你要摸伊的大腿，走入去，即马就去斗。啊，若无，我要动手啊！你若是唔惊，规身躯拢去喷着血，你继续徛伫遐不要紧。我，讲唔走心。事实真相还未调查好之前，恁的黑市提出500亿的赔偿金，恁开这个条件，根本就合。林湘水，你甲被害者的家属怎啊提手？你超过把我后生顺利交保，你超过害我无法度专心去追查我引进的101号是毋是真正山寨机这真相？你即马竟然还阁好意思大大出要甲夹一块吧？现在你要相信阿妹啊！我是真心想要甲你斗相共脱离困境，我会当去说服受害者的家属应该变心意，卖阁因坚持对陈文尧提出告诉。我这件代志就安尼圆满来结束，安尼毋是真好啊？我讲一个较无输赢的。只要受害者的家属愿意验尸啊，找出真正死亡的原因，根本无需要受害者的家属撤销告诉。我的后生，伊自然就会当脱罪啊。真是你鬼骂你！这规个局拢你设计，你即马伫啊啦，假圣人！我看你到这样子，也阁唔知影要检讨嘛？陈忠信。你真清楚，我即个转来，就是想要甲你拍到第一涂骹白啊！我绝对会让你的名声尽扫落地，还佫你的后生哦，嘛是缀你第一落座。你即摆是安那？你要用我的后生威胁我？甲我玩死的后生比起来，我只是让你的后生去让人关起来尔呢。我对你已经是上大自卑啊！没有这种代志发生。你会搞不出来啊！这边哪有可能？死者的家属拢要放弃对你的告诉嘞，检方哪有可能让你搞不出来？是不是有人替你去乌色的法官？海水，我跟你这只，跟人嫩卡鸟气无共。我是光明正大行出来，迄死者死不是我造成的，伊是因为心肌梗塞死的，不是我咧造成的脑部创伤。这哪有可能？家属拢无同意验尸啊，哪有可能知影真正死因？张博士，请你来，甲大家澄清一下。
王俊男，手骨骨力无骨出，你竟然反背江家，反背阿姨，替陈文瑶咧背书，你头壳到底想啥？因为超越救文瑶的根基，我感觉真不甘，而且我们开始对秦雄起怀疑。那是我的专业，会当解读我的疑虑，我甲超越斗相共，这敢不是相爷的代志？张博士，今天就多谢你。我以我将军来的名声伫遮挂保证，拄则陈文瑶所讲的，拢是事实。我有亲身验尸过啊，死者郭建营真正死因是因为急性心肌梗塞造成的猝死，不是脑部的创伤。这是我验尸的验尸报告，会证明有甲验尸的过程，还佫发现的真相写得清清楚楚。嘛是因为这份报告，陈文瑶才当搞不出。李贝，你为着替江超越这个外人找什么真相？你无讲嘛的立场，不管我的口供，完全无考虑后果，你就照你家己感觉对的去做。你早就知影这件代志啊？我俊男，阮江家对你袂歹。你是安怎变安怎做嘞？无经过家属的同意，你竟然大做大意，偷偷去验尸。你知影这是犯法的，家属会告你，你知影无？张博士，你做得真好。我是做我认为对的代志。这就是你报答蒋家的方式，对不？阿姨，我就是讲，客白委婉是希望咱都行正道。这也是你对蒋家发展的愿望，敢不是？也是讲，为着报鸟吃完，会当有两套标准。你什么东西？一家人都爱讲心，敢不是嘞？咱不是讲好啊？咱坐港车船，命运小伯兄弟，是要竟然为着外人来伤害亲人的感情，以后。我是没这勇气，张君南，这家伙太失望了。你，我不准你砍掉我们单家文强了。哥，我爱文强，请你体谅，我绝对无可能原谅你这白骨啊。那这届蒋家，因为你的行为有任何的损失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陈中士，针对黑旗集团侵权的官司，我会继续跑。你咪是讲你去赢吗？我食青饭等你。心肝真正恶毒，我的心腹你完全无带来情分，你阁害伊流散的，我陈家金孙，一条性命都让你保起来，你别来背我！你咩也好白讲，朱丽萍，你敢拍我？你我啥不敢拍你？就凭文瑶、超越。你拢叫我一声妈妈，我到处给替因出气。江经理，你真正是够自私，为着你家己的利益，你连你家己的卫生、我的幸福，你拢有法度牺牲？你到底有良心也无？当初甲因两个杀出对人是你，今嘛放弃反对人嘛是你，
的小瓶都贵，这是上恐怖的。我真的是愈想愈气，我本来就怀疑我心机在变暴君似的，就因为这个，因为上次在老手，我的金丝我一条可能不开心的，都我来跑去啊，想不成你们，你干？好了妈，你卖个怕啦！超越也老的，那嘛是家己造成的啊！你袂那个所谓技能，光是有江总裁嘛？董经理，听下去。你这种话，你嘛讲不出嘴啊！让你跳过一条乱道的，唔是手术同意书，差点嘛，佮我害死！那不是金玉桥？第一次福建事务所的人来，我爸签你，阿老婆，嘛根本无机会，佮爸叫回来。这件代志，我讲误会你，真将我坑啊！我讲你会。张博士，想要干柴的人是我。若不是你证明我的清白，第一次律师。跳板搞不出来，我叫我到不会操的徐木斌，跟我请个团员。看来这种文件有机会，我一定行的。没得行，你只要好好保护超越的安全，对我来讲就是上大的回报。张博士，你放心，我绝对做到搞，不让你失望的。既然你安尼讲，我就相信你。好了。我有代志啊，我先来走啊。你跟我请人，你去陪伊啦。张博士，我真清楚，你不是我的爸爸，你只是。爸爸死了就受伤的，啊！不过发生遐尼济代志，拢是伊跳出来救我，佮保护文瑶。我真正感觉，你就亲像我真正的爸爸同款。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对你表达我对你的感谢。我今仔就多谢天公伯，让我会当熟悉你，让我会当感受到爸爸的温暖。哎，红英啊，尊公你爸，也是还够我嘞，莫亲像我同款安尼保护你啊！你唔通怀疑一个做爸爸的对查某囝疼疼，就亲像。你是要保护小王子的心同款啊！把超越交给我好，就是你以后上大的责任。喂，原来我查某囝安尼蓝调的，就是这种温暖的感觉。莫怪江英团的身体记忆会这么欢喜。